底下是一个垫子，上面是个水杯，还挺大的。外面还带一个小厅吧，算一室一厅。这是零下15度的，然后呢，这个帐篷底下有一个吸垫儿。那就做点饭吧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面，看上去还不错。我今天上山的时候才听他们说今天有极光啊，看今天能不能拍到极光。
100 meters, use the right two lanes to take exit 29 for willing to have you.